0.01% 的人才能做到的四个大神级双板滑雪动作。Everything just feels like a test. I feel so depressed when I can't seem to get out. But something deep inside won't let me quit. I swear that I'm inspired by all this shit. Tell me that I can't and I won't. That's what guides me the most. Your lies, I'll do what I want. 欢迎回来，楚河山里人，我是一涛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四个顶级的大神级的双板滑雪动作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并且能做好，那你一定是双板滑雪大神。走，咱们来一个一个做一下。第一个动作呢是 crossover 向上引身，释放板底压力的一个练习。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重心向上向前，释放板底的压力。做的时候夸张，用板尾抬起，反头点雪的这样的跳弯，有点像臀跳，但比臀跳更实用，更多的是模仿完全入弯向上向前的动作。咱们滑起来，坡度刚才太缓了。这个动作夸张的利用引身，释放压力和加压，板尾尽可能抬高，板头抬高板尾的时候，一个臀跳动作，板头往雪上压，板头要出雪，这是正确滑行的姿势，重心不要过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不仅帮助练习 crossover， 更练习向前。这个重心向前，很多人重心落后啊，纠正 A 腿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。啊，喘口气儿，喘口气儿，累死了。这个第二个动作呢是鹤弯，不过大家想说鹤弯有什么难的？很简单，单脚练习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。但是简单的鹤弯呢是转过来之后，然后再抬起一只脚，然后更难一点的鹤弯呢，就是你抬脚，就是几乎同时只有一只雪板触地，就是完全用，一只脚来滑。但是换脚的时候，是一个小回转动作，会结合点杖，然后换脚的几乎是一个在空中完成的快速换脚，小回转点杖的鹤弯，这个就稍微有点挑战了。这是第二动作，不过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这四个动作中相对简单，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。然后坐一下，做这个鹤弯的时候，
做这个侧弯的时候，他就抬。做这个侧弯的时候，他抬起一只脚，是很早抬起来，而且是一个很快的换的过程。咱做一下普通的侧弯，你就可以看出区别来了。我做一下普通的侧弯，哦。普通的侧弯是转过来了之后完成这个换刃之后再抬脚，然后刚才做的第一个做的那个侧弯呢，是换刃的同时抬脚，几乎只有一只板在前面，同时只有一只板在前面，啊、哦，好累，这动作都很累的。第三个动作呢，就比侧弯上了一个很大的等级，像很多人练单脚呢，他就说，哎，我可以用内刃滑了。但是内刃到外刃的转换它始终不会，这个就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练习，第三步，这个好像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名字，是我滑着滑着玩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个招式，就结合着点杖小回转，是一个反向的侧弯，从内刃到外刃的转换，主要是练单脚内刃到外刃的转换，只滑每一个雪板的内刃到外刃的转换。就是你看我现在我都是用我这只脚，然后我是要用我山下的这只脚，就是我的右脚，从它的这个内侧刃，就左侧刃往右侧刃去翻，这个单脚大家很难做到，这个练习是可以做。宽一点，有一个比较通用的练习叫做白山口弯，就是 West Pass Turn， 但是 West Pass Turn 的难度比这个要小很多，我觉得这个练习比这个 West Pass Turn 难很多，是因为这个结合了点杖的小回转，然后 West Pass Turn 更多是在一个平缓地上大回转，我们就把这个叫做反向侧弯小回转吧，反向侧弯小回转，因为这个可以在，就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像反向的侧弯，而且同时是一个小回转，而且能在非常陡的就黑道也没有问题，然后咱们来做一下这个动作，这个反向侧弯小回转就可以很好的控速，而且可以在很陡的坡上，就是雪稍微有点黏或者有鼓包也可以做到，因为用到点杖小回转嘛，可以很好的练习你这个身体的协调性，更好的是内外刃的转换。然后咱们再做一个就是更简单一点那个 White Pass Turn， 也是这个内外刃转换的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出这个区别来，我做一下。这个就是 West Pass Turn， 是一个更多的大回转，而且控制力比我刚才的反向侧弯小回转要差很多，但是意思呢都是练你这个单脚的内外刃的转换，很好的一个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练习，比刚才那个练习简单很多。然后就是第四个练习了，这个我觉得是最难最难的练习，这个是 Cross Under 的一个很好的练习方法，包括收腿，就是主动收腿，包括还有两条腿两个板子的协调性，把两个板子，之前咱们
之前当你的板子可以并腿，可以滑起来，非常并腿，非常同步的时候，其实是相当于把两个板子滑成了一块板子。然后这个练习呢，可以让你更好的把两块板子完全同步的板子再滑成两块板子，就是这个样的话，你可以非常觉知的两条腿，你想让它怎么配合，想让它怎么控制，想让它同步就同步，想让它分步就分步，这是滑雪一个最顶级的状态。而且 cross on 那儿呢是一个主动收腿，你的重心呢会更稳定很多，就是无论你滑什么地形，粉雪、鼓包、蘑菇，再需要点杖的，你都可以很好的就是保持你的身体控制和重心稳定，是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吧，像是就是一个水，像无形的水液体一样，无形没有阻力，而且同时呢又具备非常的就是有力量，非常的厚重的感觉。咱来做一下，这个也可以在非常陡的地方做。这个动作需要稍微陡一点，刚才那太缓了。滑好了之后，就像液体一样，无形，没有阻力，而且非常有力量。这个动作的感觉就像雪地探脚一样，雪板一落到雪上就立刻跳起来。这个很多人可能看起来觉得这个跟我做的第二个褐弯有点像，这个比褐弯意思是有点相近的，但是更快的跳，同时一只脚就是脚一落地立刻就跳起来，一落地立刻就跳起来，而且是分步的跳，先跳内脚再跳外脚，然后内脚立刻转换成下一个弯的外脚，然后那个外脚转换成内脚，就是内外脚快速转换，雪地很烫脚。当你能把这四个动作全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，那已经打败了99.9%的雪友了。很多像欧洲一个雪场，同山满山的，有上成千上万人，有的时候会甚至上超过10,000人。你可能在雪场观察，没有几个能滑的，就把这四个动作全都做得非常好。如果你能做好了，你就会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师。我也还需要继续的练习。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动作是更厉害的，或者和这四个动作相近的，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补充。